大家好，我是唐启阳。防疫的路上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我们要一起养成勤洗手、戴口罩的好习惯，一起配合十连制、接种疫苗，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。在我们身边，戴着口罩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，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，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机组人员。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。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，不是彼此。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守护对方，不要让歧视与攻击消耗了我们的能量。我是唐强，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，我们一起团结防疫，并肩同行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对菩萨的修行开始，积极的学习，诚实以修行，为的就是要让一切众生都可以踏入无上的正定正觉，完成究竟解脱，这是生命的最终目标。修行就是爱知影付出，当咱会当完全奉献自我的时阵，也就是修行真正有所突破的时阵。咱爱学习培养定力，并且随时保持冷静敏锐的观察力。透体在分析观察，就是智慧的起步，有助于咱了解贪嗔烦恼的本质，以及诸法虚空的性质，进而会当予咱体悟实相，达到不生不灭的正觉境地。Thank you.
咱从事生活中的任何琐事，动机若只是为了自我，出于自私，那咱的生命也将会变得真狭隘，并且失去价值和意义。圣佛教的菩萨戒是在戒什么呢？就是在戒自私。修学佛法，一定爱学习发起一种大乘的心态，唔通只希求自我的解脱，应该将脱离轮回惊吓的心态，靠近于每一个有情身上。开悟就是彻底了解，深刻体会自法本性，原是无自性，无所有，无对立。在无尽的轮回中，一切众生该暂时我的家人。一切众生因为不知道自法是什么，而受无明的支配。
当咱深刻体悟诸法实相了后，更加应该因一切众生离普贤大悲之心，这就是开悟。礼拜就是一种感恩的表现。对我有恩德的人事物，都是咱感恩加礼拜的对象。咱来以感恩的心情礼拜咱的父母、师长，感念自然界的植物、空气、与阳光，是因予咱生命的力量。咱爱常常怀着感恩之心，诸心善待生活周遭的一切人事物。唔通予咱的心习惯性地向外攀缘，爱学习予心向内安住。
经常如此的练习，将会当达到幸福烦恼的初步准备。众生的心念总是习惯性地向外接触，而忘记了往来观察自我、分析自我。咱会当开始学习向内体验心受心法，那呢将离自悲无远啊。菩萨以因地为善人的时，曾经发愿，甘愿修心破干木，不忍行杀食众生。诸佛所讲慈悲经，悲经中讲行住者，甘愿破骨髓出头脑，不忍食肉食众生。如佛所讲行住者，此人行住不满足，享受短命多悲心，未无生死不成佛。因此，弥勒菩萨尊称为慈禧。知影好好的人，就不容易有争执、等等冲突的代志发生。
唔知影何何人，也就唔知影要安怎修行。由于自己的傲慢、愚钝、过于自我，予咱根本无法度了解他人真正需要什么，自卑也会变得虚伪。菩萨看到别人福报比自己更好的时候，总是会真谦虚地向伊学习，学习背后的方式，增长福德的方法，以庄严菩萨长远的修行。即使对方不是一位修行者，菩萨也绝对不会因此来自大，这就是菩萨的卑下精进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各位朋友，我是吴念真。过年又搁要到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或者高考的朋友，也会当食一顿好，也会当感受年节团圆的气氛。
爱心专线0228357700，0228357700。众生永不停息，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杏林。门约精神它主要有三点，它是一个是第一个是追求服务的理想，而不是追求这个获利的。我想这个是真正医疗的一个本质，就是这个追求服务的。